是不是大家早就有了目标和梦想，除了我？让一让，这是我的位子。别那么小气嘛，一人一半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云海吗？我怕有些人忘了自己的目标，钻牛角尖出不来了。本来就是嘛，人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就我们不想听。怎么没有？是谁吵闹着要和我永远一起上下学的？这可是你幼儿园说的，要说目标，你定的比他们都早。那能一样吗？再说，是我不想上云海吗？是我跟云海的成绩差了一片海。先别想的那么复杂，现在只需要想一件事情，你想不想上云海？既然答案是肯定的，就大胆往前走。小时候干妈不也总说你学什么都比别人学得慢吗？但一提到吃的，你不是吃得比谁都快吗？有你这么安慰人的吗？好了，我的意思是，从小到大，只要是你想完成的事情，你都可以做到。就像那个时候克服重重困难上了一中一样，这一次，你也一定可以的。我真的可以吗？别人不好说，你的考试运是真的好，所以大胆放心往前走。我在云海等你。